好，我是巴黎佳士得亚洲艺术部的专家马征。今天非常高兴能借亚洲艺术周的机会，在巴黎的同格为大家介绍一件我们7月6日即将上拍的精彩拍品。这件非常罕见的明嘉靖题材寿字纹大捧盒的直径为32.5厘米，盖中央的这个黄红漆相间的大寿字尤其引人注目。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工匠设计的非常巧妙，字里行间穿插了许多吉祥的象征符号，有飞翔在如意云纹中口衔灵芝的仙鹤，正中央有春字及禄福二字，主题突出，布局紧凑。如此吉祥的寿字纹饰是嘉靖时期非常典型的官造图样，这和嘉靖皇帝崇尚道教，追求长生不老有密切的关联。捧盒侧面上下两层均雕刻了游走于寿山福海的五爪龙，姿态威武，极具皇家气势。漆盒的内部及圈足内修黑漆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还留有象征皇家的明黄色内衬。虽然盒子的底部有重新上漆，我们依稀可见正中间有雕刻的大明嘉靖年制楷书六字款痕迹，更可以说明这是嘉靖宫廷雕漆为数不多的一件佳品，非常值得广大藏家的关注。这件漆盒源自巴黎的杜尚一郎，估价为12到18万欧元，将在巴黎佳士得7月6日的春拍中首次亮相。详情敬请关注佳士得官网 christies.com。